走，带你去看海，对面就是。对面就是跑道了，我现在在北角的码头看一下跑道那边的景观，它以前是机场，然后改建成一大堆的住宅。我现在就去启德海湾那边的示范单位，那边买一套一房大约是500多万，两房大概是800多万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。去示范单位那边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卖的是第一期，然后第二期还没卖，它分为两期，有超过2100户，整个会所也是挺大的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在这个位置，总体的位置还是挺好的。假设它两栋楼建好了，就会像这款。先看一个一房的，就是305尺的户型，很方正，没有浪费任何地方。然后它的总价是最便宜，大概是570多万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还有一个小的挂台，然后一进来是指纹锁的，进来就是一个很长形的客房厅。然后一走向前就是有一个很宽敞的露台。哇，这个露台我很喜欢，用起来就很舒服。三合一的露台大概是38尺，拖拉门的结构，然后用起来也是很方便。然后一般的分层的楼底是3.15米，然后整体看起来就很漂亮。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橱柜都是很好的，里面都是帮你做好的一些感觉。然后这边是用米勒的，整个配套都是很好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冰箱，那我就不开了，饭台应该会坐在这边，然后把它延伸起来。这边就是睡房，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窗。然后往前走就是它的浴室。然后基本上它整个外立面其实很漂亮，就是也是用云石的，云石上墙，然后它还做了一个放一些洗浴用品的层架给你。假设我是拿着花洒这样冲洗脚，其实活动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这边就是它的电梯大堂，整个屋院看起来的感觉相当好。一房只要570万，你觉得开发商卖贵了吗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然后这边最高是35楼。